各位同學，咁嗱，而家我哋嚟到DSC M2 啊，2015年嘅第十一條 M2 嘅第十一條啊。好啦，咁我哋睇下呢條發生咩事咯喎嗱，咁呢條其實 matrix 嚟嘅，咁佢 lambda mu 係 real number， b 一個 real number such that mu 減 lambda 等於唔等於二啊，咁其實我估佢應該確認嗰個分母呢個嘢唔等於零嘅啫。咁我 denote 嘅二乘二 matrix 咧 ，identity matrix I 咁。咁呢個 A 咧 define 到咁樣啊 ，A 係一 over lambda 減 mu 加二，再 括 I 加 mu I 加 m，m 係 m 係呢個 ，B 係呢個啊 ，B 係一 over lambda 減 mu 加二，括 I 加 lambda I 減 m， 咁叫你 evaluate 個 A B B A A A 加 B A square。證明 a square 等於 a b square 等於 b， 再 proof m 嘅 n 次方等於呢嚿嘢。咁呢 part 梗係用 mi 啦。咁嗱 b 嗰度我哋去到落去先講啦。好明顯就即係睇下對翻啲數字嘅啫，應該係對翻啲數字啊。咁好，咁嗱我哋睇咗 a 先啊。好，做咗呢 part 先。a b define 到咁樣，叫你揾 a b b a a 加 b。嗱，咁 a 係呢、這個。咁我哋要將佢成個嘢整曬出嚟，睇下咩料先得嘅，即係呢啲最 fundamental 嘅嘢嚟噶啦。好，呢、這個 I 係咁一一零零，呢個 mu I 係咁 mu 乘以一一零零，個 m 係呢、這個 lambda 一 lambda 減 mu 加一 mu。好，嗱嗱，分母唔喐佢啊，嗱呢、這個一減 mu。加 lambda， 即第一嚿咧就係一減 mu 加 lambda， 呢嚿咧零零，呢個一，呢個零零，執翻呢嚿，呢個係一減 mu 加 mu， 哦都係一嚟嘅。好啦，嗱睇到未？咁我哋 A 搞掂啦，好啦 B 咧。哇！即係好恐怖啊！即係要原來砌呢嚿嘢都要砌咁 Q 多嘢，但係其實咧最緊要嘅問題咧就係呢啲題目你夠膽寫出嚟咧就一定識嘅，即係呢個係咁啊！唔敢寫咧，咁呢條你一見到多嘢咁樣唔 Q 寫咧，咁你翻屋企廿招噶啦。好啦，到 B 嗱 ，B 又係咁樣做啊，咁即係我都寫翻佢。咁呢度我唔同你即係逐個逐個細字睇啦，咁就反正就變咗呢、這個。即係變化簡咗，好啦，咁開始變咗 A B 同 B A 度啦。A B 咧，其實你咁樣乘落去，咁樣乘落，其實有啲 pattern 出咗嚟噶啦。咁我哋喺下一張 slide 嗰度做啊。A B 嗱，我哋一次過 show 曬出嚟睇下 A B 呢個乘呢、這個，即係呢、這個你當呢個一個 item 嚟睇下啦。呢嚿嘢一嚿，再加呢嚿嘢，啱好正負調轉曬喎，所以呢個位係零咗嘅。你睇下嗱，呢個位係零咗噶啦。好，跟住呢一個同呢個負一嚿呢啲咁嘅嘢，咦呢嚿一樣喎，又係零。咁呢個嘟嘟，我又係零喎，全部四格都係零。A B 等於零 ，B A 咧，嗱我又係 show 俾你睇，咁咁又係即係一對一對咁樣出現嘅。咁呢、這個嗱呢、這個咁，但呢格呢格就係零嘅啦。呢、這個乘呢個一啦。呢、这個乘呢個負一，哦零，咁其他你只要睇翻啦，咁就零曬啦。好啦嗱，咁第二部分啦，加埋佢啦，加埋佢就 A 加 B 就更加清楚。呢、这個加呢個就 lambda 減 mu 加二，嗱 lambda 減 mu 加二，咦約到呢、这個，呢、这個同呢個零咗，呢、这個又係，咦一樣喎，呢、这個負，呢、这個正，呢、这個負，即係零咗，呢、这個又零咗。好啦，一加。呢嚿 lambda 減 mu 加一再加一即係加二約咗呢、这個冇咗，咁再同分母約咗即係 I 嚟嘅。喂，頂咁即係原來啲結果咁靚嘅，原來咁啊睇非常之開心啦。好啦，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咁啊做完一 part 啦。好，咁你證明 A 二次減等於 A 同埋 B 二次等於 B 啊。咁呢個都係照做嘅啫。嗱 A B A 二次，咁即係呢嚿嘢嘅二次分母。咁跟住呢個。又是乘回去，但是我就用一個這樣的東西，因為剛才我們認為 A 加 B 是負 A 加 B 是等於 I 的，所以 A 呢 A 加 B 是 I， 所以 A 可以變成 I 減 B， 講多次
其中一個 A 就變咗 I 減 B， 咁哇，咁乘入去咪搞掂咯 ？AI 減 AB，AB 係零嘅喎，所以等於翻 A。咁原來呢條咧係唔需要實際咁爆開曬佢嘅。咁嗱，我估你都估到啦 ，B 二次嗰個都唔使噶啦，因為 B 二次嗰個又係將個後面嗰個 B 變咗 I 減 A。乘入去嗱，坦白讲俾你听啦，如果你将佢自己乘翻自己一次再约咧，系冇问题噶，而且嗱，我好即系好负责咁同你讲啊，唔系争好多嘢嘅啫，只不过呢个系一个 technical 嘅方法嚟嘅啫，咁即系顶多你咪写多啲嘢咯，咁但系基本上都做到嘅，咁你有时间可以做一下，咁所以我哋最后做到啦。好，最尾嗰 part 啊，即系 A 3嗰 part 咧，就用 MI proof M 嘅 n 次方系几多？嗱，咁你记住一样嘢啊 ，AB 系零 ，BA 系零 ，A 加 B 系 I 咁样，呢两个嘢记翻住先。A 二次、B 二次系分别系 A 同 B 啊。好，最尾一 part A 3就 proof MI 呢条式，咁啊 let 嗱我 let 咗先啊，即系呢度我一定写嘅 let S M B 啫。我唔用 P 嘅原因一阵如果用 P 嘅时候 ，K 就会 P K 噶，咁就多人我哋唔好中意 T K 嘅。好 ，Sn 系 be the same m 嘅 n 次等于 lambda 加一 n a 加 mu 减一 n 次 b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n。咁 for m 系一嘅时候，right hand side 呢、这个，写翻出嚟呢、这个 a， 写翻呢个 b， 分母一样，分子唔同。通分母嗱，点通呢 I 嗰个先，呢、这个同呢个通分母就是、I 嗰、那个，跟住呢个乘 mu 上去就同 I 嗰、那个呢、这个 lambda 乘 I 上去，第二个 m 嚟嘅，哦唔好意思啊，我做咗 m 嗰个先，呢、这个咁样乘入去，sorry 啊嗱，呢、这个我更正下先啦，这个、呢个咧系抽个 I 出嚟。呢兩個抽個 I 出嚟，就 lambda 加一乘一減 mu， 咁就變咗呢、这個。同呢個無關啊。好，咁然之後咧 ，lambda 加一乘個 m， 咁即係呢嚿嘢咧就唔係逐嚿乘，係乘呢個嘢乘呢嚿，加呢嚿嘢乘個 m。好，呢、这個啦 ，mu 減一，呢個抽個 I 出嚟就一加 lambda。咁呢？分母一樣喎，呢兩嚿哇，頂呢、这個 mu 減一，呢、这個呢、这個減 mu， 所以呢兩嚿 cancel 咗嘅，呢兩嚿 cancel 咗噶。好，最尾呢個乘埋落去，好個 m 一樣嗱，呢兩嚿 cancel 咗零咗，呢兩嚿剩翻呢嚿同呢嚿，抽個 m 出嚟，抽個 m 出嚟之後呢，佢係 lambda 加一呢度應該打錯咗，呢個有個負噶。有個負嘅，呢、这個負咗之後咧，咁你就變咗係啱啱好弱咗 m 嘅。嗱呢度真係好頭痛啊！講到呢度竟然呢個位錯嗱 ，n 等於一嘅時候啱㗎嚇，咁我哋照呢度唔改啦。好，繼續left hand side 啊，好嗱 ，s one is true 啊，assume sk is true， 好啦 ，for m 嘅 n，m 嘅 k 次就 assume m k 次等於一加 lambda。lambda 加一 k 次乘 a 加 mu 减一 k 次乘 b， 好 for m 嘅for k 加 m 嘅 k 加一次方，即系 m k 加 m， 即系呢嚿嘢乘翻 m 系一嘅时候咧，就代一落去嗰、那个咁样乘啦。呢、这个系 k 嗰、那个，呢、这个系一嗰个 case， 咁你照乘翻入去啫。嗱，留意呢个乘呢个系变咗 a 噶。呢、这個乘呢個零咗嘅，所以我哋唔要噶啦。呢個乘呢個又零咗嘅，咁呢個乘呢個就變咗 B 嘅。嗱，我即係照寫翻啫，呢、这個弱咗，冇咗呢兩嚿冇咗。好，咁最後呢個變咗 A， 呢個變咗 B， 咁搞掂。反而哇頂，咁樣打錯咗嘅呢個 mu 減一嚟噶，呢、这個 mu 減一嚟嘅。咁所以 S 即係 S。SK 加是 true by MI SN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就是这样了。好，那我们搞定了这一部分之后，我们看下一部分。